长腿小妖精，哎。巴西蜜桃臀，哎呦，而且他们今天两位就要来一个踢瓶盖大挑战，哎，现在最流行的踢瓶盖挑战啊！你从这个踢的过程里面，你再来选择 ，OK， 好，哈，对，有没有看到不吹你？还有一个，你就踢的过程你要看好，哎，有在看蜜桃臀，蜜桃臀，巴西蜜桃臀，巴西蜜桃臀，这耳朵这个有，哎呦，这个蜜桃，这个有可能会接到另外一只手，高高的，比较好玩的。等一下，我先把左手藏起来，嘿，收好，收好，哎呦，哎，你为什么要动？好拉，为什么速度都这样 ？OK， 好 ，OK 了 ，OK 了 ，OK 了，看清楚，看清楚了，来，当事人请选择，来。如果这样比起来的话，我觉得一号好一点，这个小妖精好，正妹立刻要来解开你神秘的面纱，好吧？来 ，Hello， 来初见面啊，你好，有没有在互相自我介绍啊？我叫志豪，我叫尚燕，尚燕，有没有问对方最近有没有什么作品啊？对对对。你最近有什么新作品吗？哦，刚刚有宣传了一下，跟冰冰姐有合唱一首《爱到底》。哎，到底是是是，这个还蛮好听的歌，如果家里面的家人可以学一下这首歌。我回去听。好，谢谢。人家问你这个，你要同样的问，那你最近有什么作品？对啊，我有出一本写真书。哦，真的，在燕子的《仲夏燕子梦》。哇，一般比较喜欢哪一类型的男生？阳光幽默，阳光幽默是吧？对，志豪没你的吃了，对，刚好都没洗淘汰，刚好都没，这个是阴暗，没有了，阳光啊，好，哎，韦中穴，哦，很好，韦中穴，哦，韦中穴，这个很漂亮，这边哦，韦中穴就是在脚的后面这边，哦，韦中穴，哦，韦中穴，哦，这个穴道很厉害，哦，这个在这边按下去啊，这是外面，整个脸红彤彤的，笑，韦中穴啊，这韦中穴，按嘴巴，咬这个按摩棒，找得到韦中穴吗？哦，韦中哦，也太爽了吧，要准了，我来哦，我脚还在麻哎，对，哦，有感觉可以说出来。你是角度的问题啦。我们在这一头看都太快了。上夜怎么样？越看越爽。OK 啊，那今天这个桌子一摆出来，有个女生为你洗手做羹，哎呦，幸福，对不对？非常幸福，而且我自己是非常喜欢烹饪的。我想帮她做一个水果总会的蛋糕。这是奶油啊，哎呀，奶油，爱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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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重点，草莓口，重点是她没有要画爱心呐，哎，其他只把它涂满而已。对，没有，我要用爱心，爱心在。有爱心的，必须要有爱心的像的一个空间。哎，它有点不好起出来。但你抓的用力蛮好的。哎呦，他抓的奇怪，手工好厉害。喂，奇怪了，怎么挤不出来了？好，你要看一下。没事没事，做的好不好另外一回事，一种诚意，一种感觉，感觉没错吧？我们要做的是小情人面。哦，小情人面。哎呦，小情人面这应该这个面看起来造成厉害哦，很厉害。就 Sandy 做的 ，Sandy。哦，现在做的是初恋香葱口味。初恋香葱，哦，它的名字都很可爱，初恋的感觉，好少女的感觉，初恋少女心，暧昧沙茶，它这火会不会太小了？啊，火太小，太小，对不对？出一个信封啊，火大一点，火大一点，这个火当然要滚的哈。火开了吗？哇，香水。小仙，你喜欢一颗蛋还是把蛋打散？我吗？你说煮泡面吗？任何蛋。你喜欢吃荷包蛋还是喜欢吃炒蛋？我喜欢吃炒的蛋。哦耶！这是什么？这面条的颜色真好看。这好香哦！二选一，三、二、一。面哦，小仙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巫念婷。交谈呐，哎，你们有30秒左右的时间，可以两个人自由交谈30秒，是吧？好，来，请开始。那个时间到，连秒都没有，那最近有什么新的作品吗？可以让我看看的。我最近是在拍广告，然后之后可能会拍戏，是吗？嗯，希望我们有机会可以一起合作拍戏，适合啊，很适合，好配啊，那你现在是单身吗？我现在单身。
我现在单身，我现在女朋友昨天刚分手，不是，是期待下一个拍广告的对象。哇，你讲那个揪啊呢？我们还是给你们一个互动啊。哎，我们有互动吗？下面揪揪乐，下面揪揪乐哦，两人共吃一个小情人面条啊，来来来，哎呀，吃到直到吸到同一条面为止，没有，让他们自己。那怎么选到同一条？国宝用目测喽。哎呀，然后绕绕看绕不绕得到。对呀，同时来 ，OK， 一人抓一头，一人抓一头。有可能你们好，今天是大家期待已久的几位，我们继续。学长，怎么可能每次都你赢？学长都在睡觉，而且大热天还抱全身，跟你什么关系？想死啊！那么久不接电话，现在可以讲电话。这种鬼话你也信？真的是跟你姐一样傻。你在直播上画歪眉毛，你看一样左手拿杯子啊。到底要喝什么？你快决定啊！你知道我喜欢少爷。废话，这都看得出来好不好？哎，手机怎么在我包包啊？阿邦那么爱捉弄我姐，哪有像你这种学弟一直欺负学姐的？学姐，你肩膀这么重，哪里？快把我弄掉！哎，我现在才知道喜欢一个人是这样，根本是看我。没有。再给你们喝。吃坏肚子，那很严重哎。